但呢，四十七年，新竹县在国判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，比多同比赛判好，还可展现出客家太爷的族群文化。由七十六年安吉维的新阿福发鼓吹，接受邀请参加开幕式的表演。现时安多团结，当礼拜安排三日的安布斯条练习，希望替四月二十二今日有清好的表现。刚刚那个上去的时候，到底是要左脚还是右脚？新加坡法国吹演讨论恩用的练习新编的舞，托今年营业的公演以前，法国吹理事长林博言接到全中院代表唱首天花，邀请亚调参加开幕式的表演。比着本演出内容很丰富，除了唱欣赏乐高，还编内全新的动作。就来帮我们量身定造哈一个全新的表演方式，突破了我们以前的表演的方式哦，这个就吸引了很多。那个我们的团员的那个注意啊，每到连夜全新的舞头，也发过吹演，大概拜一、拜三、拜五安步，都总好同个广场，还个是非同一只素材来练。不过每到耳机也新编的舞，吹演也得猛劲认真来准备。因为你要心脏够的，好简单，但是动作没有对外头唔系舞蹈人员来讲有啊哈，是感觉有点难，因为你跳舞全部六七十岁个人，上了年纪咧啊。基础就冇很好，所以当中一下巴子会做唔错。融合了安尼新竹演诶东方美人茶，哈、哦，韩国安尼各地方诶特色来编诶舞哈、哦，所以台子甲跳起来哈、哦，十分诶神奇。法国最高认证全中院开幕式的表演，系同其他团体配合，为了对动作行得熟，也法国最演出的姜下彩棚，欣赏每部故事，请其他团体姜下练习，培养团队嘅默契，希望同全中院家下舞出新竹演的多元族群文化。黑熊王文耀，新竹报道。